高兴，我现在来我姐家走亲戚，给她带来一份大礼，就是这样。走吧走吧，我一直在那拍，我奶奶受不了了，她都推着我，推着我走。现在已经到我姐家楼下了，走吧，小乖。贝贝，贝贝，贝贝，这是我大姐，看多美。咦，你咋到恁走啊？我飞过来。好美呀、啊！大妈，就像，哇，老大，答应该。这是我们家老大，老二，这是我们家老二，我是老三，这是老五，老四没来。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重孙儿。你不是人，你是仙女。忙碌的身影。看看这个家庭主妇忙成啥样了，做着饭也不耽误看电视。现在的家庭主妇都好牛的，活捉一只小美女，过来给我们跳个舞。哇！我让山下带婴儿过来，我带一套也没吃。那这个30岁的老女人，珠光宝气。你头上那是啥呀？花花。我去，我给小姨服务。我还没有吃过，我还没有吃过，我还没有吃过大披萨呢。我小的我都没吃过。哇！啊！这是妈妈。别跑路。走吧走吧，爸起凉了。好好好，走了，意思也不意思一下。走了，走了。呀，旁边老指头来了呀，大姐。意思意思啊，送的呀。